找弟弟玩 Xbox。两下就好了，还要记录。你不是还要一个小时？我是说你的你还有一个小两时下，就只能来玩 Xbox。我要开始播，我手是冷的哦，我要先啊，你不是用对。我要先看我要剪成怎么样啊，我要看要怎样我才能够拍照啊。快点啦！什么鬼？你自己恭喜啊！你又不敢会看，你是恭喜我有在看啊，你要弄成我要的角度哦，比较啊，好。你又不用，你是恭喜我的手是冷的，啊，你要没事。干嘛？你我要，是在看什么鬼？我在看我要修哪你赶里。快！是你是谁在骂你？不要动！就你在骂你。你要看什么了？你到底要看？你已经看了3天，你还在看？你是搞我要笑？留这里呀、啊，那可那你是还不赶快？你再看一下，给它撸起来。录起来要拍照了，再录下去要。啊，你就喜欢乱来耶！你要把我这边角修掉就好了。嗯，那你是的恭喜。娇娇，我手是冷的。你不用了呗，哦。就你在搞哎、欸，是谁在慢？就你在慢，还是说要快一点。你在讲呢？你在听空气？对呀。好的，结束了，是，是提前。那、啊、你不是说这边看不到，你还一直听？对，看得到了，你所以原来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剪哪里。不是啊，我说这里看不到，照片看不到的，我会。你还听？你不是只要照片照得到的地方？学会就行。包括一直看到我的屁股，这样。啊，旁边呢？你又帮我剃旁边了，旁边那么长。好啊。嗯。
可以换短的嘞。可以边剃头发边玩 Xbox。这弟弟出来了，观察盒子时间。你又在踢空气。那我刚上去啊，你哥，你哥像我老哥哥。其实就还好，有点心酸。看来你技术不是很好，我应该要先学一下骨科。保护你的耳朵，你的耳朵比较硬哈，你这样子得。啊，另外一边 OK 啊。看来你还是用剪刀比较适合。耳朵旁边本来就要剪的啊。你伤的心。你把耳朵剪下来。把脚脚剃掉，这一种哦，对呀、啊，那么明显，你是功效的。就你在动，哦，你的耳朵真的会动。谁耳朵不会动啊？你是东西，你是僵尸哦。对，但是我不觉得。快啊！你把这个脚脚剃掉。那鬓角你要怎样？你上就行了。我这里我这里也。你上就行。
你摸一下，你是要？看起来是可以。那我要再弄短一点点。以上都行。你是理发师哎，一直问客人要干什么？哎、拜托、啊，那每一个理发师都把客人剪成金正恩就好了。剪成他想要的啊，所以你才会一直去找那个理发师 啊！你剪的不是他想要、啊，那就不会去找那个理发师。沟通啊。就是你剪一次就可以了啊！你每一次都问，你剪到一半就开始问啊！你剪又剪一半又开始问，好像是我会剪头发一样。不是，是剪成金正恩之后，你就不会再想，你就不会下次去找他，你是搞笑你啊！剪成金正恩真的是最流行的。你的梳头发哦，对啊，怎么黑？用剃刀梳的。你上不行。对。反正只是个照片而已。先不要动。等一下哦，一步一步来。接下来我要帮你安排离婚。那去洗头毛。是不用了。那我就去洗一洗。我会我走一些。你去叫。
哎、欸，为什么电视是开的？他要跟你们插吧。他不是要出去的。我还没好，我这边。我这边还有，快拿去呀、啊！手伸出来。等一下，你帮我看这几根毛。那右边的，另外一边的。是不是？是不是怪怪的？然后再剪齐一下。那、啊、就剪，感觉几根毛，怎么没剪啊？没皮。好啊，我就快剪了。不用坐过去没关系啊，人站着就好了。嘿，你们擦桌子了？我清地板了。我在沙发上。你清太乱了。那你坐在那边。怎么样？这你剪的。不要。停。你要跟我说那个充电的事情吗？没有。是啊。